术前，假如患者呢，他的眼皮下垂非常的严重，假如又有合并眉压眼的状况，或者是说呢，他的眼睑下垂，也就是我们黑人的部分，眼睑下垂有中度到重度的情况的话，则就建议不适合用半割半缝的方式。那因为每个人的五官不尽相同，比例也不尽相同，喜好程度也不尽相同，原则上建议当场跟医师讨论，经由医师评估之后，讨论出最适合每一个患者的手术方式。